会联时间：2020年3月16日，周一，法国总统发表电视讲话，宣布处于战争状态，军法国界严禁组，要对付的是一个无形的敌人 ——COVID-19 病毒，也就是新型冠状病毒。今天是3月21日，我们看到的是实行戒严禁足令以来的第一个周末。平时热闹繁华的巴黎仿佛被按了暂停键。凯旋门、香榭丽舍大道、埃菲尔铁塔、胜利广场，到处都安安静静，只有很少很少的人。大家都遵照指令，尽量待在家里。虽然如此，但一周以来，疫情还是越来越严峻。我们要多些坚持和耐心，希望病人都得到救治，世界早日恢复健康，像以前那样，塞纳河畔又可以恢复人来人往。会宁时间，法国巴黎。I see her moon first day. That's a